以下节目是由美国华人实业协会特约播映。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商界中华，我是 Mina 李色平。在这一节的商界中华，我们将会和大家介绍美国华人实业协会所举办即将举办的博览会。而请到的嘉宾呢，今天就有来自美国华人实业协会的三位代表，包括呢就有 Samantha Huang、 Alice Pack 和 Lisa Fong。 hey， 三位好。你好。首先呢，我就想由這個 Alice 開始，就麻煩你來講一下你們即將舉辦的博覽會了。好啊，我們一年一度灣區華人實業協會舉行的灣區房地產投資博覽會，是會將在6月23號星期六在三藩市新社日落區的 St. Anne 大教堂舉行，時間會是上午的11點至下午的3點。當日呢，我會是其中一個主持。我們很歡迎所有灣區的居民，如果他們有任何的房地產的問題或者興趣無論他們想買賣或者投資地產，都歡迎你們來參加。非常好。那就 Samantha， 你可能可以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博覽會具體會有些什麼東西，做些什麼呢？ Thank you Mina。 今年美國華人實業協會呢，我們會提供很多很多免費的服務給大家的。那免費的服務呢，包括免費入場、停車和抽獎，而且也有免費的講座，同埋食物都是免費的、免費的講座就會包括中低收入家庭怎可以在灣區去買房地產，我們也會有一些比較有經驗的房地產顧問同埋銀行的貸款經紀去回答所有中低收入家庭的所有問題。而且今年我是很高興可以請到灣區著名的風水師傅陳寶全大師，跟我們講解一下2018年狗年的家居風水，亦都請到一個知名的易經大師最一先生，跟我們講解一下他人生的知識。當然啦，如果你是想投資或者買賣房地產在灣區呢，你就千萬不要錯過我們今年的 Expo。 因為呢，我們也都請到一些會計師、一些房地產、一些關於 tenant 的律師，可以幫到我們回答所有觀眾的問題。而且來到我們這個 Expo， 你除了可以學到很多地產的知識之外，也都可以抽獎，有很多好玩的抽獎的活動。上年我們的大獎就是一個 Apple Watch 蘋果手錶，今年你們來到就會知道我們的大獎是什麼了。哇，真的很期待啊！即或者都有些高科技產品啊，就而且所有東西全部都是免費的，是不是？是啊。是，那我們請Lisa 跟我們講一下了。哦，咁咧就係Samantha 講得啱嘅喎，就係話記住6月23號早上11點到3點下晝就我哋呢個博覽會啦，就記住係免費嘅啦。就如果有時間嘅話，就請大家過嚟啦。如果有咩問題嘅話咧，就可以上我哋嘅網站，係www.creausa.org， 或者唔係咧就可以電聊。過嚟我哋嘅 address 係 events at creausa.org。 如果唔係咧，又可以打電話揾我哋嘅。我哋電話號碼咧就係650-455-7878 650-455-8878，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OK， 非常好，多謝曬三位。Caliber 房屋貸款公司咧係美國華人實業協會嘅贊助商之一。今日咧，我哋就邀請到 Caliber 嘅中文貸款專員 Lillian 林小姐嚟到為我哋介紹佢哋嘅服務。Hello Lillian。Hello Mina， 你好。嚇，咁首先就麻煩你介紹一下你哋嘅服務啦。可以嘅，嚇，我哋 Caliber Home Loan 係全美最大嘅非銀行房屋貸款公司之一。咁我哋喺50個州咧都有分行嘅。我哋會採用咗高科技嘅系統啦，同埋我哋會應用一啲比較好靈活嘅貸款嘅準則嚇，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好安全同埋快速咁樣樣去審批嗰個貸款。
平均15至20日就可以完成咗個貸款㗎啦。嚇，咁我哋對信用同埋自雇人士啦，同埋投資人士啦個要求咧都係比較放鬆嘅。嚇，我可以講中文、廣東話同埋國語，咁啊歡迎有需要嘅朋友打電話俾我免費諮詢。OK， 我哋多謝曬啊 ，Lillian。咁啊，就正如啊 Lillian 所講嘅，就有時做房屋貸款咧，當然咧就民眾買咗間屋咧，就希望快啲可以攞到間屋啦。所以貸款呢個程序咧，如果可以快啲咧，亦都好有效嘅。咁我哋依家咧就進入一段廣告，廣告之後再見。